此次回乡，莫要忘了备些礼品给兄嫂。正是，多亏女公子提醒，否则我便忘了。子龙不必唤我女公子，只叫我阿贵便可。女公子是将军爱人，我乃一介武夫，如此称呼，恐怕不妥。子龙可还记得我方才所言？ 子龙，此前建军剑术甚佳，天色将晚，不如你我练些野味果腹，如何？去，捉些野味回来。 这般看我作甚？此前倒是一直忘了介绍。阿雪是异域真禽，中原难觅，也不知究竟是何种消音。我自小将她养大，知她灵性异常，能通人言，且她体力充沛，飞行快捷，从不见其疲惫。寻常野兽，亦非她对手。子龙若要狩猎，也快去吧，否则也未必是阿雪对手。 阿雪见你抓了这么多兔子，果然厉害。这份烤好了，阿贵尝尝，口味如何？ 子龙原来精通烹饪之道，也谈不上精熟。
只是此前常与友人游侠，便多少懂些野外谋生之法。嗯，四方游侠，想来多有趣味。今若愿意，不妨说来听听。阿贵若不嫌旧事枯燥粗陋，讲也无妨。 童老爷子枪术果真如此厉害，自然是十分厉害。我师枪术出神入化，云此前从未见过那等枪术。此配兄与阿若娘子，也难怪。 也真是苦了我那兄弟，也不知他近来如何。阿娟真是善良可爱。阿娟妹子纯真善良，乡里人对阿娟都颇为喜爱。云露娘子。
这是谁家坟墓？也无墓碑铭姓，怎会立在此处？ 大兄，嫂嫂，此处便是子龙家。正是，只是无人回应。兄嫂究竟去了何处？也不知阿娟是否仍在跟随华先生。但愿他还未回乡里吧。 Thank you.
血迹，定是躺过伤者。这人身着援军衣甲。 乡里青壮，周兄，周兄，周兄。 那伙人搜刮的也忒干净，一点也没给剩下。你是何人？为何在此行鬼祟之事？饶命！饶命！我只是来翻翻屋里有无剩下的物件。你是游叔家的阿壮？ 你是赵云，阿云，你怎会在此处？乡里破败至此，是何变故？数日前，黑山贼人与冀州金马于乡里大战一场，乡里死伤大半，剩下的也都逃亡别处了。我今回来是想看看。 有没有什么能带走的东西？可这是哪处贼人？都说是张燕不住，在与援军交战。张燕，阿贵可识得此人？ 张燕原名楚燕，也是常山人，且替黑山首领张牛角之位，笑聚山林，占山为寇。援军此来，应是要清除张燕了。但张燕其人，我也未曾见过。阿壮，可有我兄嫂消息？这，你大兄卡。 我大兄如何？快说呀！哎呀，你大兄为保护乡邻，与老周等人一同抵抗，就被那伙人被他们给杀了。你大嫂在旁边哭他，也被一起杀了。后来活下来的乡邻将他们两人合葬，埋了个冢，就在你兄嫂家的南边。 什么？大兄的嫂嫂，你所说可是虚言？莫要欺瞒于我！啊，不不不，这种事怎敢乱说？我亲眼见你大兄大嫂全身血污，都已经闭了眼断了气。
被埋了进去，怎么可能干错？嘘，嫂嫂。莫非就是方才来时路上见到的？阿云，你可要节哀顺变呀，贱人不知何时再来，此地不能多留，我要先走了，你和这子子也快走吧。大兄，嫂嫂，可我来迟了，叫你们遭了贼人毒手，是我的错，大兄。子龙，此事只恨贼人狠毒，百姓艰难，你无需太过自责。嫂都护不得，子龙，逝者已去，纵有万般悲心，终不能改。如今兄嫂已长眠黄土，倘二人泉下有知，如何忍心见子龙这般模样？离乡许多时日，愿未能匡扶汉室，今不能安定幽蓟，如今连家乡都无法保全，朕不知一身武艺究竟何用，岂不辜负恩师？兄长，救命！若我能再早。山贼作恶，累及乡民，子龙怎能将罪责归于己身？亲仇未报，莫要如此自怨自艾。何况兄嫂孩儿下落不明，需尽快巡查才是。阿贵所言甚是，大仇未报，遗孤尚不知在何处，我怎能在此自怨自艾，退缩沉沦？大兄，嫂嫂，赵云对天起誓，天涯海角，刀山火海，定要寻得仇人，手刃贼子，绝此恨。既然阿壮说是贼人张掖，我便先去取此贼首级。
这寨子怎么变的？都不明白，还有这么多蛇四处爬动，此地恐怕有毒。阿贵，小心些。 寨主，此言当真？自然。今夜张掖要去往山下一趟，寨中疏于防备，如朕可保御将军趁此机会一举攻上山。 多亏白寨主报信，否则长春李驿站，我等也不能如此轻松。真是犹如砍瓜切菜一般，杀得真干净。<笑>听其话中之意，就是此人将唱出一卷符咒，我之兄嫂。 小李，便因此，子龙，此二人似在密谋夜袭张掖山寨，或知其中事由。便先拿下此人。好一对可人，竟敢擅闯本寨！
事要办，不和尔等纠缠。好蛇儿，替我挡住此二人。阿贵，我们追上去。刚才那人逃到此处便不见了，此处似乎是另一处山寨。
燕狗贼，你杀我兄嫂，祸害长川里百姓，拿命来！杀戮方圆数十里
百姓都被尔等抢掠一空，我不杀汝，天理何容？这群乱民既在元空治下，又不服管教，我大军征集点粮草也推诿不从，想必是由你撑腰，本将军只好亲自去取，你途进长春里尽收粮草，今日任你巧言善辩，也要覆灭于此。杀！凶手是你？汝这狗贼，我无辜恶贯满盈，快拿命来！非言莫及，说来还要多谢你二寨主白绕，若非他与我里应外合，我也不能如此顺利攻入山寨。什么？二统领白绕？将军何必客气，如此刻率军在此，便是对白绕最好的答谢了。这是做甚？原来汝假地背叛，竟是与张燕那厮合谋害我。与张燕合谋，非也，非也。将军，白绕此行只为引你亲身至此。身为将士，不但不护百姓，反而为祸一方，肆意屠戮，人面兽心，罪不容诛。长春里大仇未报，你在哪里去？哼，无知小儿，本将军杀的都是与盗贼相通的贼民，又有何罪？今日本想饶你一命，你既然为他们伸张，必是同堂，我这边送你去与他们团聚。兄嫂，纵然如今为乡里报仇，
又如何能平我心中悔恨之万一？大兄，嫂嫂，首领，我乃公孙瓒之女公孙月，身旁这位乃是赵子龙将军。长春里被屠之事，我们本以为是首领所为，如今看来原来是误会，不知原委如何，首领可知情？原来是公孙女公子与赵将军，失敬失敬。我张燕本是良女，只因朝廷腐败，虐遍百姓，民不堪命，乃聚义黑山，聚官兵迫害，收父亲流民耕地自足。自上月援军攻我山寨，大小交战十数场，左近乡里或受两军交战波及，或被盗匪侵入，或被援军洗劫，伤者甚重。我本常山人，听闻援军进犯长春里，曾去救援，已救得一些百姓安顿在本寨。老周、赵俊等壮士身先士卒，护卫百姓多人奋战而死，可谓豪杰。我知子龙乃赵俊之弟，未能救下你兄嫂，深自抱憾。首领能救百姓，已是侠肝义胆，值得钦佩。既有存活之人，子龙无需自伤，可先去探访。好惨呐、啊！可多亏子季和老周奋力抵抗，不然我等都已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可怜你兄嫂，可有老周啊？阿云，你可来了！老身得报残躯，真要感恩你兄嫂，只是老朽无能，眼睁睁看你兄嫂被害，悔痛难当啊！我有书信一封，是阿娟留给你的，与你拿去。天性眷顾，可怜我兄嫂，尚留得骨血在世。兄嫂常护百姓，
所行为善，天必佑之。子龙可安下心来，且振作精神，来日或可再与侄儿相见。此间事了，援军也已退去，我二人便不多礼了。有劳首领收留我长春里乡民，云深感厚恩。此番援军虽然退，山寨亦恐再无明日。此后我便举寨西迁，寻一深山，为诸位百姓与兄弟造一方安宁庇护之地。哦，对了，公孙袁绍两家虽是停战，但恐怕难以长久，日后必然再起冲突，还需多加防备。此地一别，他日恐难再会，两位多加保重。多谢首领提醒，我会转达父亲，告辞。但愿上天眷顾苍生，首领多多保重。Thank you.